下面的经文：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闲事如来住大愿海，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互持，十五断绝。 这个有三句，啊，三句成一门，一门分二，啊，对前二句成人。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是成就摄持门，为城池人法对啊，这个一门风二出成古人。 功德大悦。第二呢，是持法轮令不断绝，由丝悬理也，法眼常全故 <coughs>。这个两句。 并不难懂，意趣很深、很广啊！成就一切佛功德海，显示如来住大远海，能成就。 是普贤三昧所成就的是一切佛功德海。普贤三昧，我们总得要记住这个三昧呀，名。 一切祝福，披怒遮那，法界藏身，如来藏身，名词里面的含义。 清凉，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了。一切祝福是说什么？皮卢遮那是说什么？如来是说什么？藏是说什么？神是说什么？这个一节经文。 就是解释三昧名称里面“身”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普贤三昧的重要性。 哪一个人不想其如华严境界由此可知，要想入华严境界，我们一般讲呢，入一真法界。 这个是真正的成就了，真实的成就了。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天台大师讲得好啊，六界佛里头啊。 四圣是相似即佛，而六道里面呢，只能够修到观行即佛，观行未也。四圣法界是相似未也，一真法界。 分正位，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金刚经》，江会农老居士的注解啊，《金刚经》上常常讲到祝福啊，江老居士解释那个祝福，就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分正即佛啊！中文里面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原教初诸菩萨了，破一片无名，见一份真心，也就是正一分发生啊！这是分正为也，这个是真正的成就。 用什么方法破无名呢？普贤三个月。啊，这这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呢。啊！普贤三昧是一切诸佛平诺遮那，平诺遮那是。 光明遍照啊！我们要从这上面去体会呀。啊，如来藏身。 有事有理。玲珑剔透啊！啊，重重无尽，圆融无碍。 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啊！要用我们前贤的话来说，就是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啊，从生的这个意思来讲呢，又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证到圆满的大定，不是没有事情了。如果要没有事情了。 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啊，他之所以到世间来实现，来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有事啊，但是虽然有事，事情很多。 虚空法界有缘的众生太多了，哪里有缘，哪里是身现身。无论现什么身，依旧在三昧之中，没有舍弃三昧呀。这是什么境界？我们有没有去想想？ 中文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他不是不从百花丛中过啊，他经常在百花丛中过。我们反复麻烦在哪里？复啊。 那就是身上沾染的太多了。哎，他有能力，片叶不沾身，不但片叶不沾身，色香味也不沾染。 这就是普贤三昧呀、啊！普贤三昧，善财童子修成啊。啊！无日三餐呢？ 就是百花丛中过，啊。你看看，每一餐房到幕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念的礼词，念的是感恩，成就自己。 界定会三学啊，这感恩呢、啊？李慈呢，也丝毫不沾染啊。理是具足纯净啊，慈是丝毫不染呐、啊。啊，决定呢、啊？ 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叫列思、练心啊！就在思想上，设法界一正庄严里面练成纯净、纯善。 曾经是真实功德了，啊，纯善呐、啊，是万能呐、啊，万德万能，啊，这个万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 啊，我们通常十是代表圆满，百千到万代表大圆满。啊，进到了大圆满，善也到大圆满了。啊，近自心、啊、善是化他了，利益众生了、啊，自利利他了，都到了大圆满。 那么，这个前面成就果人功德大愿，如果没有这样甚深广大的三昧我们还是换一句话说了，甚深广大的正常享受。 这个功德跟大愿呢都不能成就啊，被障碍了。在这个地方，功德跟福德了有区分，我们不能不知道。 福德果报在三界啊，在六道里面享福啊，福很大了。功德呢，能帮助你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八界。功德重要。 学佛的同修啊，关于这一方面的，许许多多人混淆不清，误以为福德就是功德，这个铸成了很大的错误。 福德跟功德在相上呢，是非常相似。啊，这个相似是某些形象里头相似。 让一般人产生误会了，最容易让人混淆不清的，佛门许多寺庙道场，都放一个箱子，啊，让一般人呢把钱丢在里面去。 那个箱子叫功德箱，人误以误以误会了啊！我们对于三宝拿一点钱财去供养，这就是功德了。错了如果这样是修功德，梁武帝。 为佛教建立四百八十座的道场，规模都很大了，供养几十万出家人，所以他问大魔祖师：“我的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大摩祖师告诉他。 并无功德，那是什么？这福德啊！如果他问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大摩祖师一定说甚大甚大。你修的是福啊！你来生享受大福报。 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那你知道到天上去了，去享天福去了。天有二十八层，看你福报的大小。福报会把你不断往上抬升的。上者为天王啊，啊，福报大的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 功德呢？有些功德一分钱都不要花的。你必须布施，布施到底是对治什么呢？对治悭贪，坚定的心断掉了，没有了，贪心断掉了。 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心了，哎，你布施波罗蜜圆满了，这是功德，这不是福德。有没有福报呢？有，那个福报超过人家修福的，超过梁武帝。啊，为什么梁武帝修的这个福报是有限的？你这个把贪难烦恼断掉了是？ 那个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了。你这个是嗔心的，嗔心的那个福报是永远享不尽的。直接。也很容易会有。我们看，我看过有一些出家人。 严持戒律，持戒很严他修的是什么呢？福德无戒设善，菩萨戒，他真做到啊！啊，戒律清净怎么知道他是福德？ 不失功德呢？他恶念没断。持戒是对治恶业的啊，恶业怎么没断呢？他瞧不起不持戒的人，批评不持戒的人。 啊，某个人啊不吃戒，某个人犯戒，某个人破戒，这个念头他不断了、啊，他心不清净、啊、所以他是福德，他不是功德啊。怎样持戒呀？是功德不是福德呢？持戒清净。 恶念都断掉了，不但没有恶行，啊，我的行为没有，我的言语没有，我的念头也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是功德。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持戒持得很严的人，啊，他身虽然没有犯了，他口还有犯。 从口里面批评的，我们就晓得他意的义务没断。后面人如。精进、禅定、般若，一佛如是啊！这个东西要细细去讲求啊，你才真搞清楚。 换一句话说，心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地呀、啊，一定要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相应而不着相，那是真实的功德；相应着相，依旧是福 不能不知道啊！哎，不要误会呀，把修福当做啊功德。功德有了，福在其中。哪有没有福报的道理呢？哎，福报现前的时候。 未必具足功德，啊，所以功德里头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你看成就一切佛功德海，佛是正果。 他的功德成就了，普贤在此地为我们实现了，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呐、啊。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修修。 现世如来住大愿海，如果没有成就啊，佛国圆满功德，佛在阴地。 说法的宏愿呢，不能圆满呐、啊。大愿的代表，普贤菩萨的大愿，后面的十愿呢？啊，礼敬诸佛，称赞。 广修供养，到普皆回向，不能圆满了、啊。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法子做的圆满。啊，我们非常向往啊，很想学习。 没有办法做到圆满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圆满的功德但是不能不做啊！尽心尽力去做，在我们的份上呢，那就算圆满。 要尽心尽力，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佛法讲经济我们要带头去做。 要声明因果啊！印光大师视线在近代，要不是他老人家极力提倡因果，我们对因果这一桩事情啊，疏忽了。 不是不相信，不会去重视，那就打错了。 印光大师这么一提倡，我们接触到了，才知道啊，英国教育对现前这个众生之机，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的世界。 堕恶到这个样子，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情众生死了以后有来世，他不相信啊！啊，不相信啊，有天地鬼神啊，甚至于连上帝都不相信。 于是，真的像鬼神所说的，胆大妄为呀！啊，什么样的恶念坏事，他都敢干。等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所以。 要挽救当前的捷运，没有别的，特别提倡英国教育。我们最近在台湾。 翻译了一部书《把德须知。啊，我们这次印的时候，重新给他提了一个书名《道德》。 教育课本，大家好懂。原来的书名保留，印在第二封面的里面一页。它是依照八德来排列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每一个字，取历史上的这一些事迹来做证明。啊，在历史上，哪些人行孝道，得什么样的果报？哪些人说不孝父母，他得什么样的果报？ 这两种果报的时候对比呀、啊，让你看呢、啊，这个都是正史里面所说的，绝不是虚构的，讲因果报应呐、啊，决定不是迷信。 佛在因地行菩萨道，都曾经发愿要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诸佛菩萨了无量无边的大愿，归纳起来呀、啊。 总不外乎这四大类，所以叫四红是。愿。啊，度众生那个“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度”就“度”字本意。 是从这一个岸呢渡到对方的那个岸呢，就像我们坐渡船过河一样，啊，叫渡船呢、啊。此岸彼岸，此岸凡夫啊，彼岸是圣人呐、啊。如何从凡？ 度到成圣啊，这个是度字的本意啊，身的意思，有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的意思，协助众生的意思，教导众生的意思。 成就众生的意思我们怎样帮助众生？不度三恶道那用什么方法呢？教导众生，劝导众生。 断我修善呐！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是三善啊三恶道的因呐、啊。我们不要造三恶道的因，当然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报嘛。 要努力行善，那果报呢？就这三善道嘛、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佛教众生总是简单明了，大家好奇啊。 定了十个标准啊，身、卧业呢？杀生、偷盗、淫、啊、欲这个是卧业感三国道的。受恶反过来就是十善，不杀生。 不偷盗，不淫欲。你看看这个标准多么简单！这个标准的境界，情生广狭，完全看你自己的善根音乐、英语 成都这十个科目从初发心呢就学这十个科目，一直到成佛还是这十个科目。佛教的口有四种物业：望语、念舌。 两舌是拨弄是非呀，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我靠，说话很难听的，很粗鲁啊！口有着四种恶，翻过来就是四种善，啊，不妄语，不两舌。 不其余，不恶口。意是起心动念的意三种无。他。成会于此。翻过来是三种善业。 这念头啊，不贪，没有贪的念头，没有成会的念头，没有愚痴的念头，是善业。把善恶的标准教给我们佛这种教诲广大，没有边际，不一定是学佛。 你做不做他的学生，愿不愿意跟他学，都没有关系。他总是以实善劝化一切大众。啊，你要以他为师，要跟他学呢，那还要讲得更详细。他真教你。 那么今天我们要帮助世人，要成就自己，你不修十善怎么行呢？啊，大小成经论注意展开，你看看佛常常叫着善男子、善女人，与十善相应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与实相不相应了。佛在经上叫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没份了，不是佛所称的，我们能懂吗？所以我家是红十院。 我说，实际上呢，就是一愿，就是第一愿，后面的三愿呢，成就第一啊。显示如来大愿海呀、啊，要靠后面的三愿呐。烦恼无尽誓愿断。 用什么来断烦恼呢？用戒定。戒对我们来讲是强制我们要断烦恼，啊，断我修善。定呢就不是强制的了，定就自然了，自自然然不走。 不但不造恶，我念没有了，自自然然生善念的行善法。啊，断烦恼是要靠戒定的、啊。啊，你们注意想想，你要不用十善业，你怎么能当我修善？ 啊，你要不用三规五戒，啊，这是入佛门了，以佛为师了，断恶修善的标准，三规一是原则，总纲领、总原则，聚而不明，正而不邪，静而不明。 三归的时候，常常说“啊，犯邪三归”呀。什么是邪呢？迷、邪、染都是邪。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啊，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 然而不进，自己要认真反省。别人说我们，批评我们，我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回头想想，人家批评的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人家这样指指责我，我也欢喜。为什么呢？消我业障啊！真的消业障，成就我的忍辱波成就我的精进。 成就我的禅定般若波罗蜜，他怎么不感谢呢？感恩呐！啊，在这个境界里呢，看看我自己是不是如如不动，是不是增长自己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如果拒不接受，啊，心里。 还起反抗，那就错了。那你的一切烦恼圆满具足，你的果报在三途啊，不在人天呐。所以佛教给我们。 时时刻刻要修忏悔法门。儒家教学也叫你天天呢要做反省的功夫啊！啊，自己好好反省，好好检讨。 找出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这就对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自己以为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别人都有过失有毛病，我没有。 我肯定不低为什么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毛病。自己果然没有毛病了，成佛了。只有佛没有毛病啊，等觉菩萨还有毛病。为什么呢？那一瓶生香无名被破。 所以，他每天还是要做忏悔的功夫，还是要做反省的功夫，等觉菩萨了，成了佛了，确确实实没有毛病了，还要装出有毛病，还要装着改过自新，干什么呢？怜悯众生。 啊、要是显示出一点毛病，没有，众生看的，你看佛没有毛病，我也没有啊。你给众生做的是什么形象？所以佛大慈大悲，从什么地方显示呢？没有毛病，装着一身毛病；没有过失了，还装着有过失。 来改过，这叫示现的随类化身，随机实现啊，什么样这个机缘要做什么样的实现，利益众生嘛。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有所体会了，你才会真正感谢佛菩萨你才真正呢能够在佛菩萨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否则的话，每一天懵懵懂懂。 这一生过去了，真的，一事无成，啊，一生都堕落在迷血染，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早已经成佛了，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从经典记载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的生活行迹点点滴滴呀，都为我们做榜样，都为我们做模范。我们从这些地方。 看到了，学到了，怎么样修行正果，普度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会开了，界定会上学，界定断烦恼啊，会学法门。 会没有开，不能学法门。啊，学法门怎么样呢？增长邪见。清凉大师就在《书条里头说的：“烦恼不断的学法门是增长邪见，没有好处。” 佛摆的这个次第，次第不能颠倒，烦恼断了，学法门，智慧开了，啊，最后佛道无上是圆成，啊，为什么呢？如果不证得究竟圆满，那个度众生的愿呢，就不能圆满。 为什么呢？你比如你等觉菩萨，你等觉菩萨能度啊，十地以下的，你没有办法度等觉啊。他跟你程度一样啊，必定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度众生的大愿才圆满。这是。 显事如来住大愿海啊，都是在界定会三学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点点滴滴，如果要是与三学。 六度脱了界了，相违背了，那你就是什么呢？立刻堕落到三途了，你就往下堕落了。怎样能保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与三学六度相应。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要如实的学习。我们接着来看底下这一句：一切祝福，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十五断绝。 这一句，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讲呢，有无限的感慨。佛法传到今天呢，确确实实。 是像古人常讲的“危急存亡之秋”啊！前两个星期，我在新加坡。 从韩国、从日本来了几位法师来看我，他们非常坦诚，没有机会。跟我谈到他们国家的佛教已经衰落到谷底。 问我有没有办法再振兴起来？从谈话语气当中啊，他们对于佛法真心的信心呢，都失掉了。希望我到韩国、日本呢、啊，去做一次法。 我答应他们啊，所以我们预定这个月底啊三十号访问汉城啊，在韩国三天啊，在日本十天。 日本可能还没有涉天，我们是二号，四月二号到日本，从韩国到日本，十一号我们就回，我就回香港了，啊，所以这次是很短期的，我是去看看，去了解一下状况。这两个是我们中国的。 近邻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都过去都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两个国家佛教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文化渊源,源非常深厚。 我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啊，我现在不敢说。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一切祝福，所有法门，这个法轮呢，流通护持，啊，物断绝。” 流通也不容易啊！过去说实在话，我的语言不成熟啊，所以。 在这个亚洲、美洲啊，近代这几年啊，才走澳洲、太平洋周边这些地区到处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 我们算是最早利用的录像带、录音带、金书、善书，全心全力的。 在制作、在赠送，累积到现在，我们没有统计。在台湾，我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过去有一个华藏图书馆。 负责在推动啊。那么，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我们就尽量利用网络的传播。啊，各个地区呢？ 也有电视广播，总是尽心尽力在做，做的不够啊！啊，地球还是太大了，欧洲、非洲、啊亚洲的。 西北部，我们都没有做到但是也有流通到那边，数量很少。这样已经尽心尽力了，能不能真正做到食物断绝呢？ 太难，太难了！要想佛种不断绝，只有一个方法了，要后继有人。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啊，啊，新加坡的李木园居士。 听过讲经讲到政法的红户，他很受感动，跟我商量办培训班，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好事啊，我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发心。 才常住在新加坡啊，培训班办成功了。前面的三届我自己教的啊，到第四届呢。 学生们有不少了，喜欢听话音乐啊，有一些并不是真正发心来求学的啊，所以在第四届。 李梦媛居士给我商量：我们第四届好的学生纳入华严班，就没有发毕业证书了。华严经没讲完呢。第五届的学生不错，我就让华严班这些老学生。 担任助教，把我教给他们那一些方法，你去教新的同学教的很成功、啊，这一届是第六届，第五届担任教学的，现在身为讲师、啊，而第五届。 留下来的这个好的同学都担任助教，啊，来教第六节培训班呢，算有了成绩了。一届一届办下去啊，这些负责教的人，他们不断的。 在锻炼，不断的在提升，这样才能事物断绝。啊，短期的培训呢，重点是在师资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因为。 在新加坡是想办一个学院，因缘不去足啊，这样我离开新加坡到澳洲来啊，澳洲我们也很努力向学院这个目标来发展。 做到这一段经文，我们越感觉到啊，续佛慧命的责任沉重啊！担不起还是要担，不能说担不起我就不担了。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我们对不起老师啊！ 对不起，这些护法的，所以担负不起，也要摁着肩膀来承担。那么现在我们的学院还在草场最少要等我们。 教师讲好啊，这个工程，同学们告诉我，大概要十月底能完工。啊，完工之后。 我们尽快点来的来招生了。我们先也从短期来做起。啊，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呢，以这个经验呢来做基础、啊。所以我现在。 劝导同学们，你们在德行上要奠定根基德行是修复，功德了、福德了。啊，经教上呢，你要深入一门，将来学院正式招生。 你要担任这个科目的教学如果我们的学成啊，这个这个前几年来试验，从这个地方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来求改进啊，求进步啊，你这一个经，啊，一阶一三个月一期，三个月一期。 一年至少你可以讲三遍，啊，两年就讲六遍，三年就讲九遍，大概就差不多了。你讲熟了，熟能生巧啊，你才有悟出啊。这个悟出与德行有密切关系，所以出家人、沙弥、律仪。 你要不肯认真学习，你不能够条条做到，你在经教上求悟处难了。我劝导大家在佛法里扎根，完全是依据。 敬业三福，佛跟我们说的清清楚啊，这三条是三世祝福，敬业正因呐、啊，这个话说的多么重啊！第一福，落实在弟子规》是善业道。 第二福落实在三皈五戒，出家的同学落实在沙弥律第三福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总共啊，这是四门。 《弟子规》十三页到尽啊，那么如果有有力量、愿意学的啊、肯学的，再可以加上一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可以摆在第二幅啊。 三皈五戒啊，出家人学这个沙弥律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大乘佛啊你没有这个底子，你不能把这几样东西落实，你想开悟不容易了。为什么呢？ 你烦恼习气堵塞了你的悟门，这个障碍堵塞去掉了，容易觉悟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 水三福，敬业三福，是讲的戒续要从这里扎根，啊，然后你学一一部经典，啊，像这个《十三业道经》很好啊。 《阿难问是佛吉兄经》也非常好啊！我跟李老师学经，第一步就是学的《阿难问是佛吉兄弟啊，每一个人学一部经典。啊，学院这个开学的时候，你们就要去上课。 你教得很好，学院继续聘请你；教得不好，底下一届不聘请你了，你就被淘汰掉了。现在呢就要学做预备功夫啊。 这个这个这个教室十月才能建好，那么现在才三月，至少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你要好好的用功学习，要练讲啊！你在讲堂讲，我们这里四中同学在一起都来听，听得很满意。 觉得你讲的不错，啊，你可以来教。学院开学给聘书给你，啊，聘请你做第一届短期班的老师。你讲的叫听众听得不满意，我们就不会聘你。一定。 要努力呀、啊，戒心相应啊，道德呢，跟经教要同时并进，啊，经教是学问。 啊，这几天我也做深入的反省。本来我实实在在不想管事啊，这么大的年岁了，我跟你们说过，你们叫我管事。 你们对不起我，但是看看，啊，这个学院到今天也差不多将近一年了。我要是不闻不问这样混下去，这个学院肯定失败呀。想想说，还是没有法子，不能不管。 我要不管，我对不起佛菩萨，我对不起护法的居士们呐、啊。他们出钱出力来供养供养，让你们到这来享福，啊，把这个道场据为己有，这成什么话呢？学院应该是十方的，不能变成子孙庙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法定规章来做，要成立一个董事会，由董事会来管理。啊，董事会这权力机构啊，我一定去找，身心因果。啊，优秀。 有德的这些大德们，啊，来参加我们的董事会，就像当年我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一样，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最初这个创始的那些董事都是我自己选聘的，啊，往后呢？ 我们董事的产生不是从信徒产生，董事有缺了，啊，或者他有别的事情搬离搬离开了，啊，不能担任这个，由董事会大家斟酌选聘，所以基金会一直能够保持到兴旺。 保持的不衰，这个方法好啊！深信因果，常常听经啊，他不听经，问题一定出来啊。那我选择的东西，一定是天天都听经的。 纵然不住在图文巴，啊，在澳洲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网络传播，他在家里都听到啊。啊，我也常常问他、啊，哎，我今天讲经啊，你们有没有在听啊？选择这些人。 不要多了，五个人到七个人成立这个董事会，不超过七个人，啊，应该是五个人也可以了。啊、要把它办成一个学校，啊、里面所有这些知识。都由董事会来聘请。 要把这个道场走上轨道，尽到我们护持的责任。学院开学，前面。 两三届，我还会担任一个空啊，我希望呢，到第四届以后，我就不要再上课了。啊，前面三届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上课。我的奖金不会中断。 我现在讲经四个小时，我在加一堂课的时候两个小时，我一天讲六个小时，还行。啊，我全心全力在做护持正法的工作。 希望正法救助啊！希望借助正法，能消除这个世间的灾难。希望有济奇的人才，把正法弘扬光大。 真正能够做到普度众生的。帮助全世界的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 重新建建立对于宇宙人生正确的看法想法，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转凡为神。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是来干这个的，不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占有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是常常跟你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你想享受，你想占有，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常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话，天天要念几句。 才能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掉几分啊，不再生这个妄想了如果这个道场给你们，你们说这我的，我的罪过很重啊！什么罪过呢？你们出了家了，送个家给你。 啊，就把那个又,又送回家去了，这个最重啊！好心发心出家了，你怎么又给个家给他？他原来那个家还小小家，现在搞个大家把他家住，他就完了。所以，道场叫十方常住。 不是私有财产的、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比自己的财产还要认真，还要爱护它，啊，维护它了。为什么呢？希望它永久存在。 代代都出高人呐、啊，这个道场叫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看这个情形，我不在这常住不行的、啊。你们同学们在一起，谁都不服谁啊！每一个人。 都有私心，都有成见，都有妄想，都有分别，都有执着，这怎么得了？啊，我在这个地方定下来住几年，帮助你们，希望你们能真正把妄想、分别、执着。 要淘汰掉啊！道心、道念、道行要向上提升，自己的前途才一片光明。啊，自己成就了，才能够帮助众生。 自度而后，你才有能力度他。啊，所以说到。 流通，呼哧！啊，流通里头最重要的，是移教奉行，是塑造自己，代表如来正法的形象。 这是真实的流通啊！我们自己学不好，阳奉阴违，这就把流通啊堵塞了啊！金不能一天不堵。 叫不能一天不听，啊，你听的越多越好，啊，听的时候要认真呐、啊。我劝前天我还劝武装要拜佛。 宵夜账啊！在这个道场担任执事啊，你的工作很忙，一天最少摆一百摆一百摆大概需要。 十五分钟，你早晨就抽不出十五分钟来吗？拜五十拜，晚上再抽出十五分钟也拜五十拜就够了，最少啊,啊，标准的三百拜，标准的。 三百拜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如果分两次拜的时候，啊，一次一百五十万半个小时，啊，早晨拜半个小时，晚上拜半个小时，专门拜阿弥陀佛，不要有分别妄想。 拜阿弥陀佛，所有一切祝福，统统拜到了。阿弥陀佛做总代表，我们这个地方净土道场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要与经中相应。 我们要办活动啊！活动里头是以奖金为主，为什么？这是由于啊，念佛、讲佛旗，啊，这一次佛旗是为了纪念韩馆长在此地。 我们找不到适当的场所啊！往后学院的形象不能破坏啊！办活动啊，是以上课为主，念佛是。 可以定做早晚课。早课一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啊，晚课两个小时念佛，那一天就四个小时念佛。啊，六个小时上课。 我们办活动嘛、啊，用这个方法啊，十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念佛的时候，六个小时上课，啊、把课程安排好。 活动时间的长短，不比呆板的客厅啊，可以活活泼泼的来做。每一次活动有特定的对象，这个好。啊，比如说我们以。 这一次活动，台湾同学为对象；啊，下一次活动以海外的同学为对象；啊，第三次活动以本地同学为对象。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可以以学校的老师为对象，以学生为对象。 都可以办呐，完全配合他们当前的需要来选定课程，我们来选进啊，选讲一部经行。 佛经可以，儒家东西也可以，甚至其他宗教经典都行，不必宣讲揭露啊，宣讲啊，针对当前迫切需要。 就是对学生，啊，我们办这个班对象是学生。像往年，李老师在台中办慈光大专佛学讲座，他的对象是大专学生。现在学生有哪些不良的风气？我们要对症下药。 所以，每一次活动啊，我们有一个宗旨，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主题，啊、这样办很有意义啊！啊，我们家里面的祖宗，无论是在家出家。 都可以自己准备下一点功夫，准备一些功课，在这个活动里面担任教导。 那么，不能担任课堂教学的，担任早晚课的领众，或者担任常住的事务，做护法的工作啊，红护一体。 红户要密切的配合，这样的道场就活动起来了。啊，如果这个道场没有伤口，啊，也没有念佛。 住在这个里面，里面的人无所适从，暮气沉沉。这是佛法的衰相。啊、怎么样，转衰为兴旺？ 我们要常常去想，要努力去做，要认真、全心全力的来带动，功德无量啊，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本身做起。 那一切诸佛所有法门，你说这个使命多重？所有法能包括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今天我们讲的，各种各派，我们要平等的护持啊。我们自己学学这个一个法门。 对于任何法门，只要是佛传下来的，我们都有使命、有责任来扶持、来帮助他推动弘扬。所以我们敬宗学院啊，学院成立，我就讲的很清楚，我这个学院。 绝不是直交精宗，我们现在天天讲华严，想学华严的行啊，参加我这个班呢、啊。华严怎么学法呢？要采取古大德教学的方法。 你要复讲啊！你今天听我啊，上午听我讲两个小时，听完之后啊，下午在我没有讲经之前，你就要复讲一遍。 佛讲不要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可以带两个学生呢。下午我讲了两个小时，明天早晨。 你佛讲啊！如果两个同学学，啊，一个同学讲一个小时，我讲两个小时的东西，你们把它浓缩起来，一个小时讲出来，天天不间断呐、啊！我一天讲四个小时，跟我学的人每一天讲两小时，啊，讲给大家听。 不是这样，那你怎么学得出来呀、啊？古大德教学培养讲经的法师，就是用“佛讲小众，啊，叫讲小众。我们的预定华严讲完之后，我接着讲法华啊，法华以后接着讲楞严，楞严以后接着讲无尽一论。 你们真正肯学的时候，是这个学法，不是说听了之后啊不来复讲，那个没用处的，白听。啊，这个是用古时候的方法。 培养红发人才啊！所以你听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呀、啊，你要整个精神集中为什么呢？听完之后，你就得要讲啊！上午听聊，下午讲；下午听聊，明天早晨讲。 我这边的房子四月底就完工了。完工之后，我住在这边来。啊，你们每一堂课，我都会来听。 我也求三宝加持、啊，希望我还能有这个体力了。啊，我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啊、无非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互持，事不断绝。 我学了，我要落实啊！不能说念了就算了。啊，你们真正有心有愿，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一同学习。 啊，我会全心全力护持大家，帮助大家。啊，我常说，护法比弘法难呐、啊。啊，像学校一样啊，护法的是校长啊，弘法的是教员呐、啊。 护法要不懂佛法，他怎么个护持？啊，再热心都会出问题。善护谈何容易啊,啊！外行没有办法护持内行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事出世间法都不例外。 不懂佛法，就不能护持佛法。韩馆长过去能够护持我们三十年，韩馆长听经没有中断。特别是前面十七年，我们没有到场的时候，啊、那个十七年我住他家里。 每一天讲经回来之后，他听经做笔记，回来之后有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来问。他的基础底子是那个时候打下去的，他懂啊。啊，有了道场之后了，当然道场还做早晚课啊，还做这些呃呃法会呀、啊。 发挥不多，啊，总是也做做。他特别在台北，啊，哪些法师唱念唱的好的，法器敲的好的，他去学。啊，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图书馆这些人，啊，打坐七、做三十七念，啊，这些仪规全是馆长教的。 他有音乐天才，他这些东西一学就会。没有学佛之前，他唱评剧，他登过台、表过演的，他有这个底子。 啊，所以他常常给我讲啊，他前世大概是干金灿的和尚，啊，因为金灿佛寺这些仪规啊，他一接触很快就学会，啊，回到图书馆教你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